不来了。走，回家。我记得干爹最恨日本人，为什么退休以后不留在台湾，要来这儿住呢？这里不太容易被人找到，干爹想多活几年。可是我还是找到您了。你又不是来杀我的，我怕什么呀？组织派我去大陆，我怕进去以后就出不来了，所以朝他们要了点钱，希望您能用得上。哎呀，难得你一片孝心呐！我今天的一切都是您给的，您教我本领，帮我安排好了前程。如果我能活着回来，一定再来找您，陪您安度晚年。啊，你这次的代号是？黑桃 Q， 很吉利，绝对不会有事。你放心的去吧。来，干爹敬你一杯。怎么做到的？我把毒药含在了嘴里，这药很特别，御酒计划无色无味，是专门为您老人家准备的。为什么？不是，我就不会变成鬼。
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抓起来，把我们关到监狱里，让我们受苦受难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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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什么任务？抓鬼。不过之前我先去办点私事。抓什么鬼啊？去哪儿抓鬼？您还要干什么私事？你怎么这么多问题？下车。刘壮啊，到。我先去趟东山。今天是我媳妇的忌日，我去给她上了坟。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我前两天去公安局，还见着石姐了呢。 再过几个月就该上小学了。是呀，我替六梅谢谢你。不用你谢我，我们两个也是好战友、好姐妹呀。毛毛现在大了，咱们是不是？ 可以考虑再要一个孩子。再过几年吧。说实话，我怕我的母爱被分散了，对不起刘梅。可这样对你不公平。好了，就这么定了，啊。再说我现在工作这么忙，老有任务，也顾不过来呀。毛毛，来，爸爸，妈妈。哎，慢点。毛毛。 和阿姨说再见，咱们要回去了。嗯，阿姨再见，我们会再来看你的。去年啊，就老百姓反映说，这个镇子一到晚上就女鬼在哭，我们也组织民兵啊进行过抓鬼，可什么都没有抓着。还有更怪的呢，参加抓鬼的那几名同志，到后来都得了怪病，有的嘴歪，有的眼斜。 有的到了晚上啊，突然间大叫一声，啊，就死在床上了。你们看啊，到现在这十户都搬走八九户了，我们小兰都拦不住。情况我已经基本搞清楚了，这样你不用陪着我们。那你们不需要我们武装部派民兵组织配合？出了这么多怪事，你们还组织得了吗？是。 牛壮壮，夏小六，到。我们三个人分头去排查刚才咱们走过的三个巷子，搞清楚这个镇子上一共有多少户，住着多少人，明白吗？是。
快点吃啊，下午提神你。 提审还是先通知，解放军真讲礼貌。石户人家。 还动武啊！我们是来保护老百姓，你没听出来他耳背吗？不是陈参谋，躺在这唱个不好听。知道金花宝贝是谁吗？谁呀？金花是旧社会被资本家剥削压迫的受害者。老百姓把他的故事编成歌谣，来控诉万恶的旧社会。 绝不可能变成鬼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。那他们说的后半夜的哭声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只有一种可能，有人在装神弄鬼。今天晚上咱们不走了，留下来把这个装神弄鬼的人找出来。牛壮壮，到，就地准备供给，咱们吃饱喝足。 天黑，是。这是最后一个，二少七号。这个人很不配合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们还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。 交给你们了。听说你挺不老实，拒不交代姓名，那我该怎么称呼你啊？
回答问题。217，你让我叫你217。好，217水性不错呀，从哪儿游过来的？香港、台湾还是澳门？ 回答我的问题。你什么态度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在人民政府面前顽固抵抗那是没用的。你潜回大陆来，是不是接受了什么任务？有没有听说什么图纸？你的任务是不是和什么图纸有关？就算你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， 你也不用老盯着我看吧。我想单独跟你说。说吧。离我近点。 你怎么？ 师姐，不行，这个217号肯定有问题，回去再审，一定要突破他的思想防线。你好，你是公安局的石云同志吗？是。出事了，你刚才提审的217号已经不行了。什么？在哪儿？
很突然，到现在我们也没弄清是怎么回事。 是你们说的那个老方吗？对，就是他，自杀了。老方是五年前才加工作的，一直勤勤恳恳，没想到他会是个特务。我们当领导的有责任对同志政治审查不周全。领导们，快去看看吧，那个人不行了。快快快！林英死了，没想到他毒药的毒性这么厉害。厉害的是特务。 你是谁？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名字的？肖刘宇。你说什么？我略晓算术，一见到你我就算到你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名字很有缘分。报告，石云同志，领导让我问你，这个人怎么办？宋廷之房吧。是。 这么紧张干什么？陈参谋，您听，那阿婆还在唱歌啊？是啊，可他怎么总是唱个没完呀？这天都黑了，这多吓人呀！天天有人说镇上闹鬼，他能不怕？他唱歌是给自己壮胆的。等一会儿咱们抓住了闹鬼的人，在镇上示众。 那个时候，大家就不怕了，搬走的那些人，马上就会搬回来。对，陈参谋，你可真行，在这种地方都睡得这么香。我又说梦话了吧？嗯，你连喊了三声，一个女人的名字。我喊的是六妹，我以前的媳妇。
回头啊，我一定汇报给嫂子。不许再开玩笑。执行任务。是。按照咱们白天排查的线路，分头寻找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线索。必要的时候可以鸣枪示警。是是。慢慢的转过身来，刘培，妈妈，谁呀？姓奶的，来，陪我喝一口。啊，来。哎呦，你说你这年纪轻轻的，为什么就死人了？有什么可想啊？想不开的。你没法说话，让我看看你叫什么名字。明天下账的时候。我也好跟你念叨念叨啊，
让阎王爷好好收了你，省得你啊再回来瞎唠啊，唠疼我。二幺七呀，无名无姓的，你真够可怜的啊！原来是个无名鬼呀、啊。陈德茂怎么样了？大夫说可以醒过来，但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。陈参谋不是出了名的侦察英雄吗？这窜房越脊的家常便饭，怎么说话就从楼上掉下来了？谁知道怎么回事呢？哎，你什么事儿啊？您是不是一宿没睡啊？我没事儿，快说吧。局长说，如果陈参谋没事的话，叫咱们赶紧去监狱一趟。监狱？怎么了？昨天晚上死了那个特务，尸体不见了。二幺七号。石云，你们来的正好，跟我去外厅视房。是。监狱长，那个看庭视房的老同志是姓秦吧？对呀、啊。他现在人呢？哎，老李，人呢？哦，他吓坏了，我们给他安排房间去休息了。哦，石云，再仔细的检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。监狱长，那咱们去看看这位老同志。好啊，走吧。白师姐，这停尸房够大的呀。哎呦，各位领导，哎，吓死人了，诈尸啊！那可是真格的诈尸啊，老同志。刚才我看在地上有个碎酒瓶子，是你的吗？啊，是我的。你昨天晚上喝酒了？喝了。喝了多少？就三四两，就小半斤儿吧。怎么，你们这儿值夜班还可以喝酒啊？别人值班当然不能喝酒了，他那个工作不是比较特殊吗？哎，是是是啊，我干的是成天跟死人打交道的活，你说这不喝点酒吧，我也不敢进了停尸房。哎呀，谁知道就真撞上鬼了。老同志，鬼是不可能有的，是因为你喝多了。好吧，就讲一讲你看到的诈尸的情况。对对对。监狱的同志说啊，那个老汉号称二幺七号，就是这么直挺挺的坐起来的。你没看着那有酒瓶子啊？他肯定是喝多了。一个死人怎么可能这样坐起来？活人腰部没有力量都做不到，除非有人把他推起来。你是说人吓人？当然。所有所谓的鬼都是人扮的。那这监狱里头，嘘。哦，石云同志，谈谈你的看法。昨天晚上下了雨，在停尸房附近很难找到更多的痕迹。但是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发现，我在停尸房后门发现了几个赤足的脚印。赤足？老李啊，
会有什么人在停尸房里光着脚走路呢？不可能吧，石云同志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石云同志不光是我们局里边的侦查员，他还是优秀的痕迹鉴定专家。我可以确定那几个脚印是赤足的，而且从脚印的形状上判断，是一个在正常行走的人，也就是说，不可能是尸体被直立留下来的脚印。正像二位监狱长刚才所说的，在停尸房里不可能有人赤足。我刚才也问过了停尸房的老同志，他昨天晚上是穿着鞋的。那石云同志是怀疑？我怀疑217号是走出停尸房的。王医生，大，有这种可能吗？绝对不可能，他确实已经死了。昨天法医已经鉴定过了，是他确实死了，我亲眼所见，所以我自相矛盾，没有结论。石云，到，开我的车。是。你刚才说的恐怕不是自相矛盾吧？还是局长了解我，我差一点就直接说出来了。我怀疑是有人故意制造了这样的现场，干扰我们的判断。运走了尸体，又伪造了现场，这不是一个人、两个人能干得了的。对呀。所以我怀疑监狱内部有问题，要说有鬼是内鬼，监狱内部的鬼。我们的侦查员不要太激动啊，这监狱里的同志都是经过南征北战打过来的，